啊，大家好，这是华盛顿最好的大学。在这个学校，我们看到图书馆、食堂、中文课教室、宿舍，也看到很多不同北京的学生。这是图书馆，我们有很多电脑，很多学生打电脑，学生有空做功课。我们也有很多的书，我们有中文书，我们也有英文书，也有宿舍的书。你看，你看，有很多学生正在做功课。哦，我饿了，我们一起吃鸡蛋吧。我们九点一刻开始做功课，现在是九点半。我们可以在宿舍一起玩电脑游戏。好，我不想做功课。走吧。学生们学中文，中文老师很好，学生也很聪明。每天晚上很晚才睡觉。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。我太忙了。我饿了。我不吃饭。我没有吃饭。没有吃饭。我好累，我不睡觉。我没有睡觉。我没有睡觉。我不有朋友。我没有朋友。我没有朋友。我没有朋友。在食堂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我们有很多菜。墨西哥菜、日本菜、中国菜、意大利菜。怎么样？去吃中饭吧。很饿，我们一起吃吧。最近怎么样？我们死了。我不喜欢这个饭。我有一盘海鲜面，你有什么菜？我有一碗饭，你的好不好？不好，你的呢？不好。学生们住在校内的宿舍，宿舍的房间很大。学生也很聪明。我肚子不舒服，我不可以起床。我喝太多酒了。我想我们两天不可以上课。我跟老师说我生病了，不能上课。我也要跟老师说我不想上课。你们要喝酒吗？好啊。好Bye.
好。